小丑易小星来，他说要来了，我把马发给他。为什么你是一个猴，你却要到这里来喷啊？是你家主人不见了吗，哥们儿？没有啊，你看，前面的那个账簿在哪来的？你是乌兹铁粉？你是乌兹铁粉？你这乌兹铁粉怎么会喷 K 神呢？就你这种，就是我跟你说啊。狗爷就是有你这种狠的，他妈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他粉丝，就你这种都不是串，我跟你说你这种就是我跟你说你这种就是最恶心的串子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种是最恶臭、最极致、最恶心、最变态、最下水道的蛆都不如的东西，你懂吗？就是你这种是最恶臭的，看到没？到处搁着带节奏。我都不知道喷你，你都连砸都不算，你懂吗？山水 AC，你连砸你都算不上，你看我砸你都得跪下给他舔。哈哈，你是你看看你是个什么熊样子，兄弟。就这种，你看，你看，看到没？就是这种懒子东西多了，就这种杂碎呀，我都不能称为杂，我就这种，我操，臭的，哎呦！我跟你说，我最近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直播间有很多这种鸡巴东西，老子他妈天天给你插出来。到处带节奏，到处咬。你看到没？我操，他是他，不是我说两句，兄弟，他比你爹还亲啊！你这三句不离他呀，哥们儿。主播能问问乌兹为啥好几天不播了吗？他是什么啊？他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他的精神状态？不对，他也不可能是玛雅文明的人，因为他们关系还是比较好的。你觉得你真是那一位的粉丝，你会去骂无知吗？不会啊，他是纯粹的恶心中的恶心，带节奏中的带节奏，你知道吗？很他妈恐怖，兄弟，就这种逼人，你不要逮到了，就这种搁的恶意恶臭中的恶臭的，你不要逮到，逮到一个给你处刑一个，他妈臭的他妈发毛。